来了来了，那都可炫！你吃不吃？这不吃还有的吃吗？那我就想要看这个。哎呀，懵了吧？我早换过来了，就是还想套路我。啊！大哥，懵了吧？你今吃酸辣粉，我把爷剩的米饭也吃。那你吃米饭跟爷没炒俩菜，我咋吃嘛？哎，有这就行了。看这里的有肉啊，你有肉啊，都有肉。看来还真是冤枉他了。昨天吃他那么多鸡蛋，要不今天分他一个吧？那给王二鸡蛋给你吃一个。机会来了，赶紧把肉藏起来，谁让他昨天吃独食。给我给你泡了一盆藕粉。
吃米饭这都没有菜，肯定不好吃。要不然我跟他换一下。这酸辣粉好吃的很，你尝尝一下。我吃米饭，你尝尝，好吃呢。完了，他怎么给换回去了？这是好吃呢，这酸辣就好吃。姐妹们，我们吃的是遇到的酸辣粉，它一款地地道道的纯红薯粉，酸辣爽口，特别特别好吃。就这一款，它是清蒸的，非油炸。里面的话，打开看一下啊。一包红薯粉，然后有六包调料。喜欢吃酸辣粉的姐妹们，直接点开下方小黄车去拍我们视频同款，特别特别好吃。啊！你咋还藏这么多烤肠？一个人。今天发游戏不？不发，还玩儿？一天净上你当了。让你天天坑我骗我钱，今天啥也不跟你留了。我的鸡蛋啊，我没看见。就咱两个人吃饭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看来你的老毛病又犯了，这得给你治一下。
吧。慢着，咱今儿继续一个的游戏，咱提前说好，今儿可不能发了啊，可不能把你面跟我盘里边倒。行吗？那咱今儿玩把大的。咱一人二百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开始。看你一会儿怎么输，昨天坑我的，今天你必须双倍给我还回来。去上次你得可想把你面跟我盘里边倒了，不倒不倒还去上次。这没有飞，自己倒下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这样再做游戏，一人拿100元，谁先把面吃完，这钱就谁的。哎，这好事哎！来来来来来。就你这速度，这不妥妥白送吗？就这速度还吃手包笋呢，我也来一根，要不然赢了你，你还不服气呢。
饿吃完。哎呀，这还有红烧肉啊。咱吃块肉。嗯，把它来卷子吧。我吃完了。上来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来了来了，先吃酸辣粉，给还有这鸡蛋，还一吃。好多老铁都不知道我吃的是什么，我吃的是手剥笋。咱家的手剥笋开袋即食，吃起来清脆爽口，鲜嫩多汁，老少皆宜。手剥笋一共有三个口味，老味道不辣，香辣味微辣，泡椒味中辣。喜欢吃手剥笋的家人们直接点开视频下方购物小黄车去拍视频同款。给您一盆这一吃，你吃，我都看见了，你给桌子底下藏的肉，啊！你慢慢吃。看你那藏头露尾的样子，看我怎么整你。来了来了，那今天哪一个？
这个当然选这个。你这是大小的事儿吗？一会儿你可别后悔。等会儿我先选的，我吃完你再吃。行，你先吃，看你一会儿怎么后悔。这下该我吃了。你坚持饺子还吃这里面的好吃的？我吃好吃的，你吃饺子。真馋的。肯定有啥好吃的。等哈，那你先选的，你叫我先吃。哎，那行行行，那你吃你吃。我再喊段飞去。哦，好好好。
这还敢给我吃了啊？这是个空盘吗？那蒙住啊！哎呀！吃饭呀？来了来了。那你吃啥？你吃你的，我咋吃那菜？原来你这是早有准备呀！这吃的是啥呀？看起来挺好吃的。不行，这诱惑谁受得了？这我也得吃一口。家人们，我吃的这个是雪媚娘，它的皮又软又糯又 Q 弹，中间的奶油入口即化，再配上中间的果酱，更绝了，又实惠又好吃，而且它有草莓、蓝莓、菠萝三种口味，喜欢吃的姐妹们直接点开视频下方小黄车。29.9米，到手10包。哼，我让你偷吃。